中国有9.4亿的人月收入低于2000，中国最穷的20%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年7800，一个月600。20%啊，2.8亿，次低收入的20%，每年的收入16000。16000是多少？一个月1200多。这40%的群体，他的收入的平均不到什么呀？1000。中国有6亿的人月工资不到1000，实际是5.96。前60%的人，注意了，另外中等收入的20%的群体，收入多少？年均25000。也就是说，注意了，这前60%的人的平均是不到2000的，这就9.6亿人，实际是9.4亿。